欸，其实我不应该强调超认真，对不对？因为本来就应该认真的。哦，这是老师的坏习惯。好，接。请多多指教。好，就位。因为我们昨天得到最新消息，这学期唯一的比赛也取消了，所以只好把五年级的凑一队了哈。我们重点就放这一群了，来。可以后到。不对，我觉得你们都没有事先都准备的太少了。没关系啊，打架椅啊，把他踢走了。对啊，这种就不对，脚没有先出来嘛。快点就位，同一边的就先就位。他突然掉下去，你看同一边你又不准备了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没事，好，继续，脚继续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太慢了。脚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你推一点，推一点，冲！太慢了，准备好，你不要球来了才掉下去。不行，这个节奏不行，要再快一点，来。小编，小编，那个太远了，放掉。很好，给，不知道给谁，是给进的啦。要准备啊，阿宝啦，阿宝，阿宝出局。底线，底线，底线。接球要先挡下来，没事。啊，你没有。20秒。6 5 4 3 2 1，时间到。
怎么办？下一个同一边的。旁边的帮忙的那个想法要再多一点。再换给不同人。谢谢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了，来继续。两个人都要抢。不错，你看你们这边的球打那里，你们这边为什么没有准备？太慢了，都太慢了。好球，差一点。底线的都要找位置，还是得打。1分钟。都要准备，你们这些通通都得准备。可以打，没有关系。可以打，没有关系。对了，嘉宇追求是对的哦。20秒，4 3 2 1，接。